姐，你买一杯香茅，快快请进去。小姐，多谢长子相救。不放肆。小姐，谢谢。两相望，心生一场。女儿的心事，莫名而惶惶，莫名而惶惶。在下告辞。方子，请留步。小姐何事？张氏今日与我有救命之恩，谁我若不知恩生性命，岂不无礼？小姐都礼了，在下许平贵，将子长安承暖。有道是滴水之恩，永远相报。为谢薛长子救命之恩，薛长子这绣球好看吗？好看。喜欢吗？喜欢。要是喜欢，哎呀，小姐，不要把绣球，我得送给你。
有一只诗句，还要追三定义，倒叫平贵不急了啊。长子倒是死算明白。小姐禀诺为夫。听来
断不惜许丧子，这便是好是好？喂，在江湖，许丧尸来了。
是包船的舅舅抛弃了陈暖平和西平贵。启禀老爷，三小姐我新姑爷为夫了。哦，不不不不不，是三小姐和那个穷汉西平贵为夫了。明小姐何当更衣，西平贵请他见我。是。管家，何当去散不两年自来。是。请公相爷，你就是西平贵？正是。这里有三不两银子，从今往后你与相府毫无瓜葛。相爷，莫非你是要悔婚？悔婚？就你一呸！气死！太深。我且缺乏酒，来呀，才与我红了出去。是，免了。将银子收起来。是。也不做小夫婿。
平贵，真正岂有此理？不得呀，再要悔婚，不许闲来。弟弟言他病重，死期悔婚，怕我离了。管家与我备酒。儿郎，吾儿与我何处？糟蹋算糟。吾儿，吾儿毫无土也。薛平贵即才悔婚，以上相府颜面定尽，此今再去承恩礼了，岂不见私人留下小别？以无情之间，就这样算了。算了。弟弟，你生得这口气，不生又能是何？不过。以为无可，这倒是一件好事。好事，不算弟弟是非断，骨子里他存他的巧机关。女儿本意无颜面，再早悔婚岂不了一笑千年？想我当当相府千金，岂可随此大算？他要结彩便来结彩，他要悔婚便来悔婚，岂可由得了他？宝钏儿啊，且听为父言色。弟弟不必多言，待我先去找他。宝钏，这个。与何提？弟弟悔婚，岂不当世人骂女儿不随信用，欺兵爱夫吗？弟弟这不足为有你好话。女儿既算抛彩造婿，岂可言儿？的意思是，既算是薛平贵借了彩礼，女儿便顺利成章，与他结为夫妻。女儿，你不要糊涂啊！女儿心里明白得很。
计算明白，那就提前咱们去。采菊泡菜，有失赋税，岂可随为？他是野草地上长，你是水仙盆中香。我真的要嫁，真的要嫁。既然母后执意要嫁去穷苦，那你我先团结妇女，自去。老爷，弟弟竟说出如此狠心的话来。为人话一出口，就不问一声，你啥委屈不平啊？啥不委屈，为不平呀？不要这样，接着我一死，谁不我？养育女儿，是奴才，难道这样狠心？不是弟弟狠心，是弟弟丢不起身啊！想我当当相夫千金，把家眷千家乡，到头来情郎为穷婚之妻，弟弟我岂能甘心？想来弟弟都是为了女儿的好，可是女儿中意的乃是生不是门第，女儿是不为弟弟结账的。那就听弟弟的话，退婚，退婚，我退婚。一个连妻子都养不起的穷货，还有什么值得你留恋？堂堂相父，岂可言而无信？好，好，计算是此，你我结账。老爷，妇女情托。你是走出这个家门，就永远不要回来。老爷，弟弟细心挖出去，好似万千寸我心啊，送来死去真绝天。
难退，颜面难存，霎时间上妇女情断，国丧女夫。好弟弟，你先答应了吧。不放心，女儿也能回头，我儿听了。只要走出相府，此兵结账为死。我接张铁棍，弟弟不要，你还铁来，接张，接张，接张，老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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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子，你往哪里走？尔等拜别老母亲。你母亲他病初愈，你要去死他吗？老爷。小姐，妇女，妇女，安心，安心，心难随，王莽闯一去。
也有包个月的弥补用词，夫君愿意出资？不错，诺儿扬名沙场，建功立业，岂有委屈之理？谢了，此番进去，我也一马当先，奋勇杀敌。是是是嘞，你我夫妻谁要分？别了，报错，报错。
苦寒，劝其回府把老还免得海妖等父还。你本相府千金女，死后谁苦求情存，倘在我三年不会Yeah.
我家三小姐离家别院已夜色散在，老爷他再不言语，恰似让唉声叹气。父女二人却为了一桩婚事形同陌路，十三年来未见一面。是去年老爷被招进免官之后，心情就一直不好，这身体也是一天不是一天。这天大年三十，家中凄凄凉凉，这才终于放下身段，这要来劝小姐回府。喏，老爷来了。
你所当年纪夫婿一路为我不存饺子非得死去无益不欲见苍苍也错了老夫今色亲自那阔女儿不也只怕生还见老爷官度罢了则免自万死拉不下老爷你宽这家下慢慢走林楼还没到吗啊老爷不远了马上就到了、哦、最快些最快一些哎来了，三小弟，你看那边是谁？弟弟，见弟弟，风雪是从门前窜，一腔怨恨。心伤，急忙上前将你管，忙想起三句脏，犹豫再三。望丞相母，为父已不是朝廷的丞相，是一个父亲，那个女儿，不思量，不思量，不思量，好，弟弟，外面风大，跨青色摇。
弟弟为父。弟弟，且慢，等了13年，你还要等？你看看，你子弟这叫什么家？姑弟这叫什么臣子？治了这些悬挂的绣球，你家里还有什么？莎妃弟弟言哎，报错，真为是此。你冤才冤弟弟，女孩不冤弟弟了。女儿就是要守着这些绣具，雪浪离去一年，女儿绣一只绣具，如今已经绣了13只，看着他们，女儿就有希望。你难道还相信雪平贵会为雷吗？相信，相信。西凉尊者已接受圣言，雪平贵自尽必还。他杀妃钻石沙场也早给这西凉成家了。当初你要是听弟弟的话，哪为落得这盘光景？弟弟，这弟弟为父。弟弟，女儿，女儿一说心满意足了。这么多年了，我叫你娘来劝你，你不会，叫你两个姐姐来劝你，你万死不悔。到如今回不了，弟弟亲自来劝你，你生存不悔，你。一个许平贵要上天请假的心吗？
两振作一股神在，两个李龙对嫁了府里的家身，做了母亲。姑爷他要是回来，早就该回来了。你晚在这里等等等，谁谁谁，要等到什么时候？再到什么时候才是一个等你？他答应我会回来，就一定会回来。我答应等他，就必须等他。你在这里等姑爷三三年，老爷夫人在家等你三三年。每天千万次，老爷都会像过去一样，杨丽龙见你生意万般，方便爽快，叶家人是多么盼着小姐你能委屈断情。你手上都留着三小姐，我与我的这件皮包，都放在他的腰间。妻子要悄悄地发。要让三小姐困倒，老爷，天寒地冻，你的身体天寒地冻，难道你身体他冻死我死吗？老爷，老爷。Ha ha ha.
采得一篮观草，弟弟磕得里耶，你说说哪位熬遇他呵？小姐，玲珑，你为我生存小不？小姐，老爷四大冬天血泪脱腰，委屈很受一病不轻，虽说言语俱哑，总觉年迈。不知老身家他一杀死身亡杀日间天塌地陷与弟弟方才报丧，老
少爷李宗文，闭眼之心不必告诉小姐。为何？老爷还不是和你赌着气吗？老爷吩咐四黑三天见你报丧，你在外家奔丧，就不必再为还阳，这万要为子还阳，再不必为家奔丧了。弟弟，女儿不该十三年不为相夫，生前不能为弟弟，断水未完，死而葬地，死而万不能另当祭奠，无咎可观。女儿这是落下了妇女不孝的千古骂名，到如今阴阳相隔，女儿是相见也见不着弟弟了弟弟，女儿亲弟爹买酒，绣上女儿一岁的酒，敬弟弟三杯。
今日又是与雪狼分别之际，待我将第十八只绣球高挂起来，
平贵回来了，
为父西征归来，身居王位，我要你同归王府，享尽荣华富贵。公子在哪里？来了。天包存几几，亏娘子更衣。娘子，此乃西凉公子裴赞，也是为父我的这个，这因为父都是边关。也杀吧，这也杀吧，这哪个？嘿，什么这个哪个的？用你们欢声的话讲，就是儿嘛。姐姐乃是原配夫人，我妈就是儿嘛。奶奶，驸马。慢一声好吧，不要声。哎，至于什么的？啊，对了，姐姐一路走来，听说了不少关于姐姐的事情。据说姐姐这十八年把方圆几十里的野菜都挖完了，可是真的？哎呀，姐姐你太厉害了！雪郎，你宽我美吗？美。老了吗？老了。分明是老了。老了，娘子，一年等，两年盼，三年四年泪潸潸。
且在窑外等候。待我梳妆打扮，即刻上路。娘子。在窑外等候，回来了。我断绝了，可惜，可等到那一天吗？不过也呗，要是想要你们，18年前我不早就穿在身上了。要是为了你们，18年前我不早就拥有了吗？Yeah!
尽青春美红颜，我为他苦守我要十八载，我为他生旦迎着不天色渐渐飘。
为父今日要与你重签红尘，也在签上金銮殿。宝钗姐姐，你快开开门，带状与你同喜。随之。